年啊，通通 settle down 之后，嗯，要不要弟兄姊妹去你家给你热闹一下啊？好啊，看看有一点人气，因为你现在不然就你一个人。
知道，那个汤会最主要是稳定度，啊这个、因为我们一般拍照。这个女儿别这样子，我们想那请问想要那个皱纹？不会啦，还蛮光那个红润光照的。我们的 college student 都没有啊，他都没有啊，他很年轻的照片。哦，我不，相当于拍一个 video。对，但是呢，你可以定格的。对，我妈，因为我们这么，他就是防那个手，他就是手。有花，有花园，有农场，哦。嗯，你看它结实累累。对呀，简直这个软都吃了，反正现在就开裂了。很甜呢。嗯。哦，好羡慕。还这么美呀！哇，这一块。来，简直软的吃，捏捏软的。你看这蒜多大？那几个不熟。你看我乱剪啊，不是那几个不够熟，不用管，捏软的，拿一个可以软的，上面软的，软的好吃，因为这个应该可以。Oh my god， 很好吃，嗯。有，这个叫看茄子，哇，好大一个。叫绿宝石，它绿的就熟了。啊，绿的就熟了。哎，尝一个看看吧。我想说绿的不能吃。绿宝石。